他妈好像个神经病似的，真的。现在都没有放假，都没有健康的活动了。是啊。哎，完了。哦，他楼顶是吗？好像是，我不知道哪打的我。应该是楼顶。门来开个门 ，bro。 二楼吗？我操！等等！快快快！左旋！哦，我操！滴滴！闭嘴！一楼！想哎，也不用，也不用，也不用。我走。二楼的人出来的，确定。我打药，我要打药，缓一下，打药。楼上有。还不了，还不了，必须铁血突破，跟我跟。 看我操，头都干飞了，这有点儿。右边围墙。倒着倒着。我打右边，你们交左边交给你们，左边有倒的，里面还有。就。我的建议是走。又打一个，千万。是。屋里。跟你。别死，稳着打，稳着打。 哎呦，来了，死了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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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楼，走走走走着行，狗子。我看不到了，打了三枪了那个。我又打一次，倒了，那个打了。有点肉吧，都，没空又干了一条好了。就他吧，他拉到那巨人。是的，是的，对对对。哦，一定，拉到了。怎么拉出来？Nice。 最后一个五零五零，这是五零。我操，后脚。这没漏。来杀他们，杀他们。哪个坦克啊，兄弟？远点坦克。还有一个，烟附近。我稳点。小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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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马上杀死你们啊！ OK。二楼没人是吧？兄弟的。挂了。不是不是。好了，就剩那脚还能救他。哎，我就。我就。给你点游戏体验好吧，我不打。我操。嗯，打完的都哥。